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丰田好疯癫。哎，欢迎收看《丰田好疯癫》。其实这个单元应该已经要改名字，叫做《伟健好疯癫》了。但是我们这个换角换得太快，前面那个单元的动画呢还来不及改过来，其实呢它已经被换角了。所以现在从我开始接档这个单元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这个设现场呢，这个嘿，对，你。对，你大哥快出来啊！我已经讲完了。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射箭。射箭，你有射过吗？昨天。喂，没有啦。你射得很快吗？我射得很快。你射得很快吗？我更快。你可以射得很远吗？哦，我射很高。我秀。你射，你是那种。对对对，我应该是顶多就这样子哦、oh. 你是这样子吧？我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会什么啦，没有啦，我们是在讲那个射箭的那个射箭的角度，因为我那个力气比较大。对 Let's do it。这次来到射箭练习场的丰田和伟健将要进行三关神射手的挑战，不过都是射箭处男的两人，在经过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，究竟能否有模有样的射出第一箭呢？侧身，我先侧身对着鱼，侧身对，然后呢，肋骨稍微收，嘿，对，很好，松一点点斜斜，好，帅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对。你瞄好了吗？可以。五六七八，放箭练习。放箭，哦哦，哟，不错嘛，你也是蛮贱的。放箭人，你这个，你才放箭，你才是放箭。你才犯贱看起来还算马马虎虎啦，不过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。第一关双人盲射，必须帮助戴上眼罩看不到目标物的对方完成射击，因此可不是闹着玩。我这一集我是你的教练。好，你可以，他其实可以先拿下来吧。不要、哦、你要从这里就开始，是不是？我要先盲那个这个遮眼睛，体验，对，体验 盲的感觉，这样子才会就是我的那个五感嘛，六感嘛，就是听力啊，啊，知道，什么味觉，等一下，风，我等下，有了吗？我知道了，现在比较完全没有风，对，完全没有风。好，我要调位置喽，哎，下面一点，这样，好，很好，这样。在左边一点，好，对，那我射喽。不要在右边，你一直乱，你不要乱动，你风大心要稳，你不要乱动。好，你可以射了，不要动哦。那我射喽，射。有没有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啦。那什么？你没有射出去。怎么会？搞了半天，丰田竟然射出一记奥炮，不过这丑衣得记在伟健教练的头上。快来看看丰田教练的表现吧。好了，我站好了、啊，站好了、啊。你要给我那个箭，箭。啊？怎么啦？啊？你要这个箭？哎、欸，这局是你教我，你，你不要乱玩。怎么？这局是你算你的哦，你输了你就输了哦。好，拉。在左边，不要，回来一点，对，在下面一点点，没错，射了吗？射，教的很好 ，Oh my God， 教的很好，哦，丰田你好厉害哦，你怎么会那么会射箭？你可以来这里当教练了耶，这全世界你最会射，比后羿还会射，你知道谁是后羿吗？后羿 ，Who？ 啊呀！Nine song， 一个人射九个太阳，有这种人吗？有，你不知道，你就是他，我就是他。射箭手感提升的两人，看来得进行更高难度的挑战。下一关射箭九宫格，像夜市游戏一样完成连线即刻过关。不过两人都得坐在骑马机上。来，射，射。怎么这样子？
射到我的机。一个人有几件啊？对，我这件算吗？奥跑算吗？奥跑，对，就重来好。啊，给我重来吧。是吗？是是是。哦哟，可以。第二次，等一下，确定，确定。啊啊！啊！不要动啦！哎呀，所以我剩两件，对不对？就剩两件，不能失败。哦，但是这个就确定了，没有办法 ，bingo。换丰田了，你有信心吗？没有，你的脸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心要稳。什么意思？对，单纯。来，看。所以你要走哪一个路线？中间那一排吗？中间就是中间三个，直的、横的。好，你看，真的還假的啦？先给我，给你的，我就是放在这里。一样，中间的右边的，你看，你看，啊哈 ，bingo， 这个是我真正的赢。天哪，我傻眼，傻眼。看来丰田骨子里根本就是神射手吧，凄惨的尾禁只剩最后一关难扳回一城，最终战弓箭足球，双方看现场小朋友组队将球射进对方底线就算得分，究竟今天的神射手争霸战到底鹿死谁手呢？前面对不对？打前面，我们射不到，因为你太高了。啊，对哈，我都打在你们前面。呀！小心不要被我射到！拿剑！快点射！快点射！啊！剑！不要！怎么样？拿剑！不准！出界！出界！出界！耶！从来都没有进过我们的地方呢。三连胜，要得几分啊？你们会不会玩呢、啊？你们有没有战略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有没有守门员？没。来，当守门员。你当守门员。大家去。加油！对，防守！我们战胜最后一分。
分钟。最后一关也是赢了，所以你的惩罚就是保持这个状态。好，多久？就聊到满足。聊到满足，让我满足。让你满足？没有，还没，还没有。你好厉害！感想呢？我觉得今天很充实，因为那个前面我们是先那个嘛，保龄球，保龄球。保龄球，然后再来还有那个骑马那个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刚刚最后这个，哇，太好了，哦，teamwork， 那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满足了吧？啊，没有，你要讲满足我才能放下哎，欸，我先上厕所，丰田，你先上厕所，啊，不要，医生，唱一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唱淘汰给我听，或许是你怕了。我喜欢番茄，丰田好丰田，耶！把那吹风柱踩。